原标题：当大陆取代台湾进入联合国时，非洲国家的代表跳起了最炫民族风。1971年10月25日，以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为首地等23个国家向联合国提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的议案，而台湾当局则需要退出，并表示要在当日投票。这就是著名的两阿提案。美国还是老样子，其政府驻联合国代表部时带着日本等一帮小弟在拉反对票，还让沙特向联合国大会提出拖延时间的替代方案，就是把投票时间拖到26日。就在投票当日，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正在北京同州总理商定尼克松总统访华相关事宜。当大陆新中国戏剧性的获得76票取代台湾进入联合国的消息传来时，总理正和基辛格在会上交谈。总理看了一下送进来的纸条后，就将它传给了旁边的乔冠华。会后，乔冠华在送基辛格去机场的路上问基辛格：“博士，你看今年这届联大中国能恢复席位吗？我得到消息，现在这个时候联大正在对提案进行表决，我估计你们今年还进不了联大。”基辛格不假思索地说：“明年还差不多，待总统阁下访华以后你们就能进去了。”言外之意就是没美国的同意，大陆是绝对进不了联合国的。当乔老说出大陆已经进入联合国时，基辛格明显感到很震惊了。其实当时连大陆自己都没想到会通过，毕竟主席他们预计最多勉强能拉到一半的票，而要驱逐台湾需要2/3的票，以当时新中国在国际上的朋友圈根本不可能。但讽刺的就是美国一方面要求所有同盟反对大陆，另一方面自己又主动访华建交，所以英法这些傲娇的欧洲老牌和看热闹不嫌事大第三世界的兄弟国都投了赞同票，从而戏剧性的合伙在联合国抽了美国一巴掌。非洲国家坦桑尼亚的代表还在表决通过后，在联合国大会上兴高采烈跳起了最炫民族风，他们独有的民族舞蹈在坦桑尼亚的代表影响下，好多第三世界的国家纷纷喝彩，联合国大会现场一片混乱，一片欢呼声。第二天，布什就是小布什的老爸指责基辛格不该在这个节骨眼去大陆，而基辛格反过来嘲笑布什没本事，没能把投票的时间拖到他回国后。后来当乔老走进联合国会场时，记者问乔团长：“请问你现在什么心情？”乔老大笑后回答：“我现在的心情不是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了吗？”后来还留下了一张经典的相片，喜欢的话多多关注，多多点赞，多多收藏，转发和评论，谢谢。本人其他文章也很精彩，欢迎品读。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